花了多久啊？大概花了前前后加起来花了二十小时这样子。二十小时，所以分成大概几次？我大概花了四天。四天啊？啊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陪同学做作品啊，我就是帮忙看他们的东西啊，就是断断续续看一下画一下画一下这样子。一些特殊的这个比较细的东西，然后再者我们可以用压暗的方法，像这样子创造一个很强的 highlight、哦啊、例如说我们这边就可以这样做啊，像粉笔好处是它可以稍微去随你需要去压，去压断、哦、老师很温柔啊。